好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很高兴呢，今天代表郭玉明先生，在这边作为这一次图片展的主办方之一，跟大家问候。这次图片展呢，是庆祝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图片展，它的从1949年到2019年的一个时间顺序，从我们国家的开国大典，一直到我们这次11的这个阅兵。那其实办这次图片展的目的呢，是想让我们海外华人也深刻了解我们祖国这70年的变化、发展和成就。那更重要的呢，是明年是我们中加建交50周年，也借这个机会，借这个图片展，希望更多的加拿大各界人士能够更深入的、更正面的了解我们祖国中国的发展和现状，希望他们多去我们的国家走一走、看一看啊，加深促进我们两国的友谊和各方面的交流。谢谢大家。